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2月14号，星期五，农历是正月二十一。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喂。你好。啊，师傅你好，弟子给您请安。嗯，谢谢。哦，我问几个问题。啊、同修家里人住院了，现在这个病房里边就他们一家人。带阳台的医院呢是不管他们的，就是这个房间里边。那请问同修想问师傅，能在医院病房里设一个小小的佛台，放一张小的菩萨相片和一个小香炉吗？上香。如果医生不反对，你当然可以设了。如果你这是等于私人病房呀。对对对，私人病房你当然可以放很多东西。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就是家里院子里的树上有同修家里院子里的树上有鸟窝，想问一下师傅这样好吗？因为有人说家有鸟窝不吉利。有鸟窝吗？也不是说不吉利吧，反正我们讲起来的人跟这种小动物啊小畜生啊尽量避开呀、啊。明白了吗？要看的呀，有些鸟嘛是益鸟，有些鸟嘛不大好，所以总是给你造成一些烦恼吧。应该说过去说不好嘛，就是如果家里在鸟或鸟在你们家里筑巢的话，你家里至少有，我们说有阴气啊。有阴气。明白了吗？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同修在超度打胎的孩子的时候，梦到有个孩子说终于有户口了，请问这个孩子超度了吗？终于有户口了。应该是的，超度了。应该是的啊。好的，感恩师父没开始。还有就是同修在点小房子的时候，就是说正好是有其他同修看到了。那么就是说有同学觉得不能去看别人点小房子，否则点的小房子能量会漏，有这种说法吗？小房子能量啊，就比如说我在点小房子的时候，其他同学在看我点小房子，那我点的这些小房子能量会不会漏？要看你的，你思想很集中就不会漏啊。你思想自己集中的话，你说对不对啊？那即使我点小房子思想很集中，其他人正好路过了看着也不会漏，对吧？对呀、啊。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梦到说莲花掉到第五层，请问一下这是什么意思啊？莲花掉到第五层呢，就是往下跑了呀，就境界低了呀。那是说明掉下去了呢，还是是没有掉下去了呀？肯定掉了呀，还没有完全掉，掉了第五层，说明还在这个里边，就是没有掉下去啊，明白吗？好的好的，行，我知道了，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请问师傅，就是脸上之前是有酒窝的，慢慢的时间长了酒窝就没有了，这个玄学上有什么说法？皮肤紧了呀。皮肤紧了。那这样你比方说两种呀、酒窝没了嘛，一个你经常不笑酒窝就没了呀。还有一种嘛，就是皮肤紧了呀，它也会没有的呀。明白了吗？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没开始。然后就是同修就是打算要买房子，梦境当中梦到在要买的新房里边穿着白色的袜子走来走去，请问代表这套房子适合买吗？再讲一遍，对不起。同修打算是现实中要买房子的，
然后梦到在要买的新房子里面穿着白色的袜子走来走去，请问代表这套房子适合买吗？嗯，应该可以的。哦，应该可以。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同修一个多月前之前答应一位重病师兄要给他结缘七张小房子，后来呢小房子念完了，但是和那位师兄失去联系了，现在对方情况不明。现在另有位昏迷的师兄需要结缘小房子，那么同修想问是否可以把这些小房子结缘给另外一位师兄。嗯，可以。要跟菩萨讲一下就可以。哦，好的好的。我今天就是说给某某某多少张小房子结缘就是可以了。哦，好的好的好的，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还有就是小佛台设在书柜的一个小格子中，这个格子是书柜的其中的一层，上下还各有一层格子，请问相邻的上下层可以放置其他的东西吗？有什么可以有没有什么不可以放的？应该没有什么。嗯嗯，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装着经书的红色袋子和经书不小心被打翻的这个荤汤沾湿了，经书外层有塑胶纸包着，所以没有弄湿，请问经书还可以用吗？可以，没湿掉里面就可以。那需不需要念礼佛啊？可以。礼佛大概要几遍？礼佛大概几遍呢？他不小心，就经书不小心被打翻的荤汤沾湿了，这个情况他的礼佛应该要念多少遍？沾湿了是吧？那个一遍就可以了。一遍。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梦见去放生，从鱼车里推掉一只鱼，这时鱼就说话了，梦里他说我是某某，赶紧救救我吧，说了三遍。现实中鱼说的那个人是身边的一位师兄，请师父解梦是什么意思？现实当中是什么？对不起，现实当中就是这个鱼说的那个人是身边的另外一位师兄啊。那么这是他说到什么呢？说了什么呢？同修梦见他去放生，从鱼车里推出一只鱼，这只鱼就说话了，他说我是某某某，赶紧救救我吧。啊、这个人要麻烦了。这个人现在的、这个人现在这个人的境界，我告诉你，死掉就是头鱼。什么样是不是什么样的境界他死掉会头鱼啊？杀生。杀生。讲过的话不算数。讲话不算数。所以人家说鱼的嘴、鱼的嘴巴永远开着的，永远在解释。对对对，他一直在不停的动。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然后就是同修晚香问菩萨是否可以合伙做生意，然后就当天就梦见一个陌生男子在香炉进了一把香，佛台香火很旺，因太岁菩萨和护法菩萨没有单独香炉，他用一个铜钱里边放了三支香供在佛台上，请问这个梦和做生意有关吗？有关。如果一个做梦做到一个香炉里边放什么？你刚刚说，就是他梦到一个三个铜钱是不是？他用一个铜钱里边放了三支香供在佛台上。那就是他在求财呀。那因为他是在问是否可以和合伙人做生意，还可以赚点钱的呀，很简单。可以赚，至少他在祈求呀。应该还是有希望。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然后同修她是女同修，在网上渡人，因为有时候会渡到男性，所以一般情况下她是匿名，不会告诉别人她的性别。最近就是同修渡了一个新人是男的，新同修以为同修也是男的，他问同修如何处理与老婆的关系，同修就说我给对方放生念经，请问同修这样算妄语吗？同修许愿了守五戒的。守五戒的是吧？但是他渡人的时候他不会告诉别人
性别男的女的。这没关系，这算的。哦，没关系的是吧？不告诉人家，你不告诉别人性别没关系，有什么关系？哦，好的好的，行，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还有几个问题，我就问完了。师傅就是，烧送小房子的白盘子一定是这种正圆的，不可以是椭圆的吗？同修想问。都可以的。哦，椭圆也可以。好的，师傅开示过，掉在佛台上的香灰就不要再扫进香炉里了。如果掉在香炉围上的香灰，是否要扫进香炉里？可以。哦，可以的，好的。还有就是，师傅开示过，家里的小佛台上可以用菩萨相片或护身符和一个小香炉上香。请问，如果一个护身符上过香了，后来换下来了，还可以放身上随身携带吗？可以。哦，可以随身携带。好的，师傅准备开始。还有就是，师傅节目开始过，磕头主要靠心，不能一边磕头一边安计数气的。一个同修就是发愿3年内磕10万个头，可以这样许愿吗？磕头你累不累啊？你要是觉得不累，你磕头没关系的呀。如果你觉得很累的话，随缘的呀，菩萨要你的心，不是要你的行为呀。对，因为行为是由心理控制的呀。很多人磕100个响头都没用，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乱七八糟事情。对不对啊？是的。对对对。因为以前没有听说过师父让我们去许愿磕这种很多的。对呀、对，磕这么多头，让人家看见你很虔诚，实际上主要是你的心呀。你心里到底虔诚不虔诚，那是最重要的。菩萨又不是说看你的动作，菩萨就要看你心的呀。你比方说你磕100个头，菩萨一看，蛮认真的，再一看里边心不知道在想什么。那你说这个100个头不是白磕了？是的是的。好了。是的，感恩师傅。那这位同修他已经发愿了，那这样子的话他是要如愿还是说反正这个发愿也不是件坏事情，叫他用心磕嘛就好了，头不要磕了晕了就好了。好的。他还想问，就是说念礼佛大忏悔文时候的磕头可以包含在10万个以内吗？应该不可以。应该不可以。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上早香的时候，突然间有一支香的香灰落到了头顶的一些地方，挺热的。上香几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这个有什么说法吗？他想问。这个他做错，脑子在乱想，护法神给他颜色看。哦，这样子的。一定是的。那有的时候会突然间上香的时候手一烫烫伤了，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不干净。脑子不干净，要么手不干净。明白了。那是不是还有的个别同修，可能他上香的时候突然间这个香断了，也是这个情况。对，不干净。哦，肮脏的手。哦，也是不干净。不配动菩萨的香。哦，明白了。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同修元宵节给去世的爷爷烧送了21张小房子，梦见一个人拿了一个乌龟壳，说是我小时候的，从我身上退下来的壳。我一看全是金子的乌龟壳。梦里人说，你看，你家里的爷爷还在这呢。我一看是一个超大的乌龟壳在那，这个梦有什么说法吗？这很简单了，爷爷给他财运了呀。哦，过世的爷爷给他财运了。对，他一定给他爷爷念过小房子。哦，那师傅问一下，什么样子的情况下给亡人念小房子，亡人会给他财运啊？当你不欠亡人的东西，你给他念，亡人就会给你财运。但是也要看这个亡人在哪个级别的。哦，明白了。他在天上就会。对。哦，对。对，如果在阿修罗什么，就可能没有这个。也会。哦，好的好的。对不起，最后一个梦就是同修梦到他去参加考试，同修因为去的晚，考场里坐满了人，没有位子坐，也没有人让给他位子，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如果考试就是代表他的一种考验呀。如果没人让他让位置，就说明他的周围环境不好呀。
哦，他现在周围环境不好。对。嗯，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啊。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嗯，今天没有问题。嗯、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啊，师傅再见。喂，你好。喂，师傅好。哎，你好。对不起，师傅没做好准备，没想到能打通。嗯。弟子先向师傅忏悔自己的不精进懈怠，还有忏悔自己所遭的口业，还有嗔恨心。还有就是耍小脾气，嗯，总是一句话，别人说我不开心，我就给别人脸色看，嗯，总是自己总是耍小脾气，嗯，造口业，还有就是不成熟、不坚强。弟子向师父忏悔，也向所有弟子所伤害过的师兄忏悔，请他们原谅弟子。弟子知道自己的毛病了，弟子要好好改。嗯，他们能原谅弟子，感恩师父，感恩菩萨。知道这叫什么吗？啊，你要知道，你知道自己错，这叫觉，明白了吗？嗯、改正了那叫悟，明白了吗？嗯、你很多人觉了、嗯、没有悟，所以觉了之后要悟，叫觉悟，听得懂吗？嗯，听得懂，感恩师父。好了。嗯，师父，我先帮师兄读一个分享。就是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师父在图腾节目看见一个99岁的老妈妈。师父说她说老妈妈是太阳宫下来的，人非常善良，肯帮助别人。她女儿反馈说，师父说的太对了，她妈妈每天早上都对着太阳做一些动作，然后吸气什么的。她女儿说都不知道她妈妈在做什么。老妈妈对天气也很敏感，有时候会告诉家人天气会如何如何。但家里人听到他这么讲有些不懂，就觉得很奇怪，听了师父的开示才明白，真的太神奇了，感恩师父、嗯、所以师父看到的嘛，你们再一碰嘛就懂了呀，明白了吗？嗯嗯，明白，感恩师父、嗯、还有就是想反馈一下，这个老妈妈99岁，年近半百，但是她的身体还挺硬朗，平时都可以自理生活。2019年6月份，女儿去外弘法，老妈妈不小心摔骨折，家人安排住院手术。同修赶回家的路上赶紧求菩萨，为母亲助念108遍大悲咒。医生医术高明，手术很成功，但老妈妈元气大伤，心情低沉，同时也有不好的念头，脸色蜡黄蜡黄的。他女儿赶快给母亲放生，他给母亲的药经者赠送小房子，送到21张小房子后，母亲有点起色，但因为年纪很大，离完全好还差很远。有同修点化他女儿，建议把他母亲当成菩萨看，救菩萨就是有功德的。同修决心发愿，把99岁的老母亲引入菩萨道。因为老人家不识字，又将近百岁，只能教他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开始母亲不愿开口，念三声不到，几天后母亲才愿意念。然后同修叫他去佛台拜拜，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母亲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从只有几声到后来每天可以念1000多声圣号了。一个多月，母亲变了一个人，她的气色、心态、面相越来越好，从一个暗黄的老人家变成一个精神特别好，心情开心，病情恢复到骨折手术后斑，连疤痕都看不到，太神奇了。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一个普通人伤筋动骨都要100天，但是这位老妈妈很神奇的在一个多月就痊愈了，而且连她都无比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同修劝母亲要跟观世音菩萨走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母亲回答嗯，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这个就是比较执着的一个老人，能够这样改变那是很不容易的。感恩菩萨，感恩师父。下面我帮同学问几个问题，师父。第一个就是师父曾经开示过，说邪淫很重的人会投鸟或禽类。师父也开示说过，妇科疾病最好要戒蛋。请问师父，是否蛋类吃多了会增长一个人的淫欲心呢？是啊。因为任何荤的东西都会增加淫欲的呀。嗯，明白了吗？嗯，因为它是肉类呀，它是一种动物类的呀，它不是植物类的呀。它这个动物的蛋白质那个 protein 啊，它和那个植物的那个蛋白质啊，它不是一个概念的呀，明白了吗？好，感恩师傅。请问下一个问题，
就是请问师傅，就是我们家里佛台油灯结莲花的大小，师傅曾经开示过有说法，那请问师傅，一盏油灯结莲花的数量有什么说法呢？有时候会结一个，有时候会结三个，这样当然结的多嘛，越多越好呀。哦，那是代表越多是如果你结一朵大的莲花也好了呀，都好了，这种事情不要执着，至少菩萨来点化你了。好好好，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嗯，下一个问题，请师父开始。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中的空乏其身，请师父慈悲开示。就是干净呀，人要干净呀。嗯，听得懂吗啦？你想想看，你的身体是不是要干净了？嗯，对不对啊？嗯啊，你比方说你任何一个人脑子里啊，这个不干净，你说说看你怎么办啊？这个任何事情，一个成功的来了，一个事情来了，你就要稍微要懂得怎么样能够来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干净啊，明白吗？嗯，他其实呢就是有一点像洁身自好啦，有一点呢，因为这个空乏其身呢，就是你会要受到一些贫困吃苦啦，明白吗？是自己呢啊，变得自己贫穷一点啦，嗯，明白了吗？少用一点财物啦，是不是脑子就空一点啦？你财物越多，你是不是脑子越会担忧这些物品的东西啦？是的。啊，好了，嗯，是孟子写的呀，空乏其身是孟子写的呀。就是要让他自己受到一些贫困之苦来锻炼自己，然后嘛，使自己的脑子变得越来越干净。那么表面上是使自己变了比较贫穷，实际上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干净啊，明白了吗？嗯，好，明白了，感恩师父。那请问师父，那是否就是一个人在特别贫穷的时候，就是特别苦的时候，他能好好守戒？对，他在拥有的时候，他就会更好的守戒呢？对，拥有的时候就不会守戒了，只有贫穷的时候人才会守戒。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就是举个简单子，你看哪一个有钱的人肯出来好好的学佛的啦？都是贫苦啦，困难啦，苦的人他才会觉得好好守戒。哎呀，我要做菩萨，我要做好人，就是这样的呀。嗯，对不对啊？嗯，对。那请问师父，就是举个例子，比如我现在很饿，所以我就是一般如果正常的食量是吃一碗饭，但是我现在特别特别饿，我能吃下两碗饭，但是我说我要守戒，我只能吃一碗饭，嗯，那是不是就是在我不是很饿就正常的饿的程度下我吃一碗饭，就是如果我在特别特别饿的时候我能控制住自己，是不是我也在平时的时候我也能控制住自己呢？你这叫什么控制？你举个例子完全有点驴嘴、啊，不对马嘴。哦，对不起，驴嘴不对马嘴。守戒的意思是什么知道吗？守戒就是说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去做呀。你说吃一碗饭，两碗饭，你肚子饿了饿自己，这叫饿其体肤啊。饿其体肤它只是说让你感受到啊，有一些啊人不能满足啊，不能就是说欲望太强，听得懂不啦？嗯，饿其体肤嘛，就是让你永远感觉到还就是不要什么事情，哎呀，我都怎么样好了，我开心了，我怎么的，就这么简单了。好好，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师父。嗯，好好，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位女同修，她梦中和师父的法师们在一起，其中一位女法师拿出今年几本很大的日历给她。请问师父，女法师给这位女同修新的日历是否代表她离出家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她有这个，她至少她有出家这个机会呀。嗯，对对，她是一直在求这个。对。那她师父还有就是她说这位女同修命根当中一定要出家，她也一直在祈求尽快了断尘缘，那请问师父，她是不是快出家了？是啊。他有出家的缘分，有出家的机会呀。嗯，明白了。好好，那好，我不在那听录音的，感恩师傅。嗯嗯，就是还有一个，对不起师傅，就是下一个
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心灵手巧是如何理解呢？心灵手巧啊，我问你啊，人的行为是不是由心理控制的啦？是。那么由心灵控制的话，那么你心灵灵的话，你是不是手会巧一点啦？是的。好啦，就这个道理、啊。那请问师傅，那天生手比较拙的人，他是脑子不管用呀？脑子不灵的人手才拙的呀。哦。所以你看很多搞音乐的人，你说他聪明不啦？聪明。好啦，所以他手为什么这么灵啦？他脑子灵呀，心灵呀。明白了吗啦？嗯，好，明白，感恩师傅。那像这类师兄，他们就是多念心经，多看白话佛法，是吗，师傅？嗯，好，感恩师傅。增加自己的智慧最重要呀。嗯，好，感恩师傅。嗯，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梦见师傅说让另一个同修的妈妈照顾这个做梦的同修。可是之后师傅又讲了一句，他没记住。现实生活中，就是做梦这个同修和梦里头让，对不起师傅，这个问题先不问了，师傅，对不起师傅，那个没准备好，对不起师傅，嗯，对不起师傅，那个师傅，我再问一个梦境，就是同修早上做梦赶火车。进站台之前把鞋子脱掉了，光脚上了火车，之后发现鞋子没拿，就想下火车买一双，结果火车上有卖鞋子的，但是没有合适的，同修就没买成，请师父慈悲开示。嗯，没买成的话，像这个事情本来就不是太好的事情，你本来想去做，后来没做成。对。嗯，好了。哦，就是不太好。不是不太好啊。就是说本来这个事情就不是太好的事情、你想去做但是最后没做成呀，怎么叫不太好啊？那师傅他鞋子丢了，不是鞋器丢掉了吗？对呀、就是他本来想去买呀，就说明他本来对这件事情他不理解呀，他以为是好事情啊，最后他扔掉了，就是不是不好的呀，这件事情。哦，好，感恩师傅。还有就是下一个有一个梦境，就是同修梦到有一个池子，里边很多都是大的活鱼，等他在看的时候，许多活鱼就变成了海豹，要往外爬，请师父慈悲解梦。同修最近没有出门放生。嗯，变成了海豹是吧？啊、要往外爬。嗯，当心点了，海豹的话也是个攻击性的动物呀。嗯。哦。哎，当心点，哎，要当心周围的环境了。嗯。好的，感恩师傅，那就是让他多念消灾是吗，师傅？对，嗯。好的，感恩师傅。师傅，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嗯，对不起，师傅，请您稍等。嗯。就是有个同修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设佛台回来的路上遇到了车祸，车已经撞变形，但是车子里边的人安然无恙。有一位师兄接到了济公菩萨的开示。请师父慈悲验证一下，佛音广救娑婆地，无音便是善心德，微尘菩萨众，人间真佛现，当真忍苦海，海阔明救天，大悲向佛音，苦度即便息，唯中一所想，实为真现考，勿造不纯念，阻碍佛事因，终悔不成佛，人间花花绿，唯是一盏茶，人走即楼空，广度佛事因，大悲苦心汝，唯此成就佛业佛云，众生不离地，佛道佛子住，圆满地离行，成就旷世因，只做弥来佛，不做弥痴行，随佛共就成，如海大现世，如君弘法藏云，旷世现金佛，唠唠叨叨济公佛，感师父。请师父慈悲验证一下。济公活佛呀。嗯嗯，请师父能给我们开示几句济公活佛吗？就是济公活佛他惩恶扬善，我们应该怎么向济公活佛学习一下济公活佛的？他就是在人间，济公活佛就是在人间惩恶扬善呀、他就是、
他为什么济公活佛他是这么伟大，他其实就是在人间，你明白吗？他在人间，他在人间好像给你们看到一个疯癫的啊，这个和尚，实际上他就是让你们知道人生一切无常的呀。嗯，明白吗？对，他就是打抱不平啊啊，嗯，扶危济困啊，除暴安良啊，实际上对他这个，他就给人们，就让人们知道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呀。嗯，你看看现在很多人做了恶事，不知道自己是恶的呀。嗯，对不对啊？自己是做的对了，也以为是错的。有的人做了错了，他都以为自己是对的呀。所以这就是济公活佛让人间要知道什么叫恶，什么叫善。嗯，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学济公活佛，就是要让这个大慈大悲的这个菩萨的这个啊，济公菩萨的化身啊，能够啊，为什么大家人民都这么喜爱他？因为他懂得什么叫恶，什么叫善，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去除自己身上的恶气，怎么样身上啊要拥有这种善良之气、慈悲之气，就是这样啊。嗯，明白了吗？嗯，明白了。感恩师父。啊，所以济公菩萨，那个是济公菩萨，他有圣训的嘛，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他就是告诉你们啊，所以后面很多人就人家人就讲前面两句，后面两句就没有了。对，是的。啊，其实就是说不能去啊追求那些酒肉的呀。嗯，对呀，一生都是修来的呀，有什么好求的啦？啊，嗯，对，今生不知明日事啊，你愁什么啊？济公活佛讲啊，前世不修今受苦啊，你怨什么啦？你今天受苦嘛，就是你前世不修呀，那对不对啊？有什么好讲的了？一切都是因果呀。济公菩萨就是在人间，就是告诉你们什么叫因果了，明白了吗？啊，明白，明白。感恩师父，感恩济公菩萨，感恩观世音菩萨。弟子今天的问题问到这里。嗯。个人业障，个人背，不让师父背。师父保重身体，感恩师父，感恩菩萨。好，师父再见。再见，拜拜。喂，你好。喂，师傅。哎，你好。嗯，师傅您好，弟子给您请安。哎，谢谢。感恩师傅。嗯。今天弟子呢有两个分享，请师傅休息一下。嗯。啊，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弟子的母亲和我一起学佛念经3年多，吃全素2年多，今年70大寿。母亲本意也是要办素宴，宴请亲友。然而当我为他订好素宴，兴冲冲回到家中，他却告诉我所有亲友都要求办婚宴，他不得不顺从他们的意愿。我当时和母亲讲到，告诉他婚宴之后必有恶报，生死大事不可儿戏，他却一意孤行，还说出种种愚痴的话，比如说牺牲他自己让大家高兴之类的。我当时气疯了，和母亲大吵一架，回到家中跪在佛台前泣不成声，抱着一线希望和家人们联系，请他们顺从母亲本意办素宴。他们不但不理解，还造诸多口业。正如师父说，和人间的人是没有办法讲道理的，我们遇到了问题时只能求菩萨。于是我一边许愿念礼佛49遍忏悔因吵架对母亲造成的伤害，一边联系当地师兄，准备在师父星期两法会当日为师父和母亲大放生，一边请同修帮助打师父图腾电话，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师父在图腾节目当中开示办完婚宴7个月会走人，同时还提到母亲在为家人念小房子时悲业了。我把当天的图腾录音发给母亲，母亲在生死面前才幡然醒悟，让我赶紧回家取消已定好的婚宴，按照我定的素宴来做寿。同时也告诉我，他确实在给不学佛的哥哥在念小房子。师父看图腾真的太灵验了，弟子真的万分感恩菩萨救我母亲。如果没有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加持，没有师兄的帮助，凭我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挽回即将铸成的大错。弟子也深深体会到师父说的无欲则刚，
如果你是一根柱子，别人就只能绕过去；如果是一棵草，别人就会踩过去。如果我们不抛下人间的贪念，随时都会陷自己于危险境地。弟子今日的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请龙天护法菩萨原谅，请师父原谅，感恩师父。嗯，很好，有的时候要给他狮子吼的呀，是，否则的话他七个月走掉了再办丧事吧，对不对？是是是、啊、对的师父。好，也请师父多开示几句，尤其是对于贪念对我们会造成的伤害，让更多的还执迷不悟的同修引以为戒，感恩师父。贪念嘛，要面子呀，要面子就会贪呀。一个女人看人家穿得好看、嗯、你也不管她钱哪来的，对不对呀、嗯、对，那你就去跟人家贪啊攀啊，攀到后来嘛、嗯、你自己就会堕落呀。一个女人为了要物质，脸就不要了呀，是，对不对呀？所以对师父，所以在人间传了一句话，就是这个女人一不要脸就有钱了，男人一有钱就不要脸了呀。是师父、啊，就这个道理。其实虽然听起来比较刺耳，嗯、但是这是事实呀，嗯、对不对呀？是、啊、是师父，明白吗？明白了，师父。另外呢，同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修多次建议母亲写遗嘱公证，百年归老时要办斋宴，但母亲一直不开悟，说死都死了，管他什么办什么，请师父开示一下，一个吃素念经的人，如果死后家人给他办婚宴，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呢？感恩师父。他这个做法本来就不对的，他为什么叫他母亲写遗嘱了？哦，他这个就不对的，你叫他先写呀，他也会死的呀。哦，明白了，明白了。脑残呐、啊。是师父，是开什么玩笑啊！你能活得好好的，嗯、你说你先买口棺材吧，外面便宜，嗯，打折呢，不可以这样的呀！你到时候人走了之后，你给他办素宴，谁管你啊？是是是，你还要用这种理由去跟人家讲，还叫妈妈你一定要写下来，以后办素宴，你是不是有病啊？是师父，你说的对，好了，好的，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那师父啊，您再休息一下，弟子还有一个分享。嗯，感恩师父。啊、嗯，以下分享不如理不如法，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原谅，请护法神原谅，请恩师原谅。2017年6月23号，在外地上大三的女儿突发罕见的脊髓血管畸形，就是张海迪当年的那个病，病情来势凶猛。当晚同修叫120送往医院后，女儿胸部以下就瘫痪了。当和家人去医院看到插着尿管瘫在床上的女儿时，我欲哭无泪，多科室会诊都不能确诊，无奈托人在北京找医院无果，后开车拉着瘫痪的女儿来到北京，被多家知名医院因没有床位拒之门外。我上心香运用三大法宝，求菩萨慈悲保佑能尽快找到医院。群里师兄们自发帮助女儿助念大悲咒，一直到下午才住进一家医院，一周转院3次才找到专门的医院。感恩菩萨妈妈，感恩恩师。每天看着床上的女儿，我心如刀割。每天最怕的就是2小时要给女儿翻身一次，每次都要经受撕心裂肺的剧痛。7月4日，师兄帮助打师父图腾电话，师父慈悲看出女儿瘫痪的状态，师父说危险度蛮高，让我们一定要当心。师父给开出了小房子和放生的数量。当晚妹妹就梦到师父说让我们好好念经，孩子会好的。第二天孩子一只脚就可以微微动了。感恩恩师，感恩加持女儿。我当时就发愿一定要心灵法门在女儿身上再创奇迹，多亏家里多人修心灵法门，我的爱人、我的嫂子和妹妹几乎每天给女儿放生。妹妹每天早上4点钟起床为女儿念经文组合，我们每天都和无常赛跑。女儿的病情很严重，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我一边积极配合医院治疗，一边严格按照师父给重症的开始来做。在医院花钱如流水，只有经历了才能体会到这种人间地狱的煎熬。菩萨保佑女儿在最初那个医院没有使用激素药，保住了双腿。
女儿住院第四个月转入康复科后，有次和大夫聊天说起很多外地误诊病人因用激素导致终身坐轮椅，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后来女儿做了微创栓塞手术，手术很顺利，很成功。心灵法门真是灵验无比，转入康复科后女儿变化非常大，从晚上睡觉不闹到慢慢自己抓着床栏杆翻身，到后床头摇起来坐一会儿，再慢慢练习站立，学习走路，女儿康复用的轮椅、学步车、拐杖都是师兄助缘的。感恩师父，也请您放心，您有很多真修实修的孩子，在女儿生病期间收到全国各地师兄助缘的小房子700多张，师兄们自发为女儿放生很多，感恩这些善良的师兄们，更要感恩很多背后默默帮助我们的师兄们。女儿一年后复查更神奇，女儿脊髓血管畸形从第六胸椎到12胸椎都有，最严重的就是第六胸椎当时已经形成一个团，像个瘤状，复查时第六胸椎的那团畸形血管找不到了，这个医学都无法解释。心灵法门再一次创造医学奇迹，感恩菩萨，感恩恩师的慈悲加持，两次手术还帮我们总共省下了10000多元的专家出诊费，佛法力无边，感恩慈悲还帮助女儿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当时女儿走路还不太稳，而且因病休学一年，我根本没有想到她会上班。上班的过程和我梦中几乎一模一样，而且顺利完成了学业。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只要严格按照师父教的四大法宝来做，定业也能转。只有真修实修才能报佛恩报师恩，感恩师父，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师父。嗯，非常好非常好，这个就是菩萨保佑他了，明白吗？是，明白师父。嗯，很好，也感恩您慈悲加持。哎，师父做了一点点，这都是靠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嗯，师父您真的很谦虚，真的没有，因为您在梦中帮助众生，真的很多很多师兄们根本就不知道。师父您比如说您在法会上一个师兄不舒服，您看一眼马上就加持他，他别人根本就不知道的，根本就因为有的时候在人间呢，你做什么事情你不是为别人做的，你自己心中觉得有分寸就可以了。所以很多人好面子，在人家面前好面子，实际上很傻的啦，对不对啊？啊，对，师父，你低调一点，你自己做多少，天上会知道，菩萨会知道，对不对呀？人时间长了，人家都会了解你的呀，用不着自己做的这么高调啊，弄啊，没意思的，低调一点，明白了吗？是，感恩师父。师父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是帮一位同修问的，同修想问，如果许愿尊师重照。平时在听白话佛法录音的时候，边听边念小房子，算违愿吗？那你到底算听还是念呢？这是问题。如果你纯粹就是说把师父这个录音放在边上，增加气场好一点，那也无所谓的，这个无所谓的。如果你真的是听的话，你又念经又听，你说说看，两头不着边的，明白了吗？明白了，师傅，感恩师傅。师傅，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好，感恩师傅。师傅您保重好身体。师傅再见。再见，再见。喂，你好。喂，师傅好。啊，你好。哎，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哎。嗯，请师傅帮一位女同修解答一个问题。嗯。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嗯。同修的儿子今年6月份就要参加中考了。但现在整天玩游戏，不爱学习。嗯，之前念经的，还许愿每月吃素2天，但现在完全变了，而且很仇恨母亲。嗯，同修非常着急，请问师父，母子冤结让同修受的这种业报，是不是一波一波这样子来报呀？赶快叫他念1万2万遍的那个姐姐咒呀！就是说，任何孩子跟妈妈的业障都会报的呀。跟妈妈跟爸爸都有业障了呀，孩子来嘛，有一段时间抱怨，有一段时间嘛是
报仇有一段时间嘛，报就是回报呀，报答母亲呀，明白吗？那个儿子念经和吃素，就是儿子放弃了念经和吃素，这个算不算违愿呢？放弃了念经和吃素啊？应该他许过愿的话就是违愿了呀，没有办法，他会倒霉的呀。现在要念多少遍那个忏悔文？叫他妈妈帮他念没用啊，他自己要忏悔的。他自己不忏悔的话，他终有一天会吃果报。妈妈给他念的再多，只是说当他有果报来的时候，不会伤得太深呀。明白吗？好。第二个问题，有位女同修，她每次许愿念小房子的数量都很多，但是时间到了，她又让那个让自己的先生帮她念。像这样子算不算违愿呢？这个倒没关系的，这个倒没关系，就是自己实在念不下去的话，就叫先生帮他念念，问题不大的呀。但是自己必须要念的呀。明白吗？感恩师傅。感恩师傅，这个没有问题了。好，谢谢。再见。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您稍等一下，那个有重新问问题。师傅你好。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师傅，同修有梦到有人跟他说他的手镯在吸他的血，你请师傅解梦，是不是他的手镯？谁在吸他的血啊？他戴的手镯。手镯啊，肯定的嘛，吸精华呀，手镯嘛，有时候吸精华的呀。那是不是他是不是不能戴了这个玉手镯？不要戴了呀，戴个魂呐，有什么好戴的？好的，师傅。那师傅他这个手镯现在很小，已经拿不出来了。他说如果打破的话，怎么念经？用不着念经嘛，打破嘛就打破。人家一个10万人民币的，人家就是因为戴上去，后来之后整天倒霉啊。后来我给他一看，也是吸金呀。后来他人家就被敲掉了，有什么办法了？再拿都拿不出来，被敲掉了。喂，你说有梦到他在观音堂上香，然后他说在楼下排队，现在把香点着了，然后他说等到排到佛台前要上香的时候，他香已经燃完了，请师傅解梦。不够虔诚呀，我不够虔诚。好的，感谢。你这个电话怎么叽里呱啦响半天？最好不要动。好，现在可以吗，师傅？师傅，同修还有就是他梦到在外法，然后不好啊，你不要去动啊，听不见信号，不是这叽里呱啦杂音太多，杂音很多。你是不是拿你拿普通电话打的话，你这个电话线要当心，好吧？不要让它动，电话线不要让它动。师傅现在好一点吗？还不行啊，我到外面去可能会信号好一点，对不起师傅。你是拿着手机打的？对。现在好一点吗，师傅？还是跳得很，杂音很厉害呢。师傅，再要换个方向会好一点吗？好了，现在好了，好一点。好的，感恩师傅。师傅，就是同修梦到他们在外面弘法，然后梦到师傅来看他们了，结果同修发现就他自己穿了一件红色的义工服。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穿义工服嘛，就是他做护法呀。好，感恩师傅开示。好的。还有师傅，稍等一下，还有师傅的师傅，稍等一下。师傅想问一下，就是有糖尿病的人可以吃香砂养胃丸吗？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啊？可以吃的。好的，好，感恩师傅。还有师傅，同修就是稍等一下，师傅找一下问题。同修梦见自己怀孕了，肚子里面是三个孩子，生下来孩子就不见了。做梦的师兄年龄很小，也没有过夫妻行为，也没有念经超度过孩子。请问师父，针对这个梦需要念经文吗？要，肯定要。虽然他没结过婚，虽然他没做过那种事情，但是并不代表他前世没有业障啊，没有感情在啊，明白了吗？明白了。好，感恩师父。还有师父，他就想问，就是他
他先生因为上班比较忙，一直上班，然后呢小房子基本上是他先生自己念的，那同修帮他烧祈求是他先生自己回家以后佛台前祈求可以吗？可以的。嗯，没问题啊。好的，好，感恩师傅开始。还有师傅，同修有梦到，就是晚上，就是同修梦见师傅跟他讲，就是说他不是拿着观音堂的那个打印的那种经文在念，师傅说让他拿经书念，拿这么念没有能量，什么意思啊，师傅？就是他自己本身的功德不够呀。哦，这好的。能量不够。能量不够。好，那师傅如果经常就是梦到在外面做功德，是不是让他多做功德是吗？是啊，功德不够的人不好好做功德，求什么不灵什么呀。好的，好，感恩师傅开始。还有师傅，同修梦见上牙有个黑洞是什么意思？上牙黑洞嘛，就是有一个长辈的跟他的关系正在搞僵呀。哦，好的，好，感恩师傅开始。还有师傅，同修说请教师傅，就是他说在精致出生的人有什么说法吗？他们那个地方讲精致是打小人的，他说他修行方面需要怎么注意？对呀，做护法神的呀。哦，做护法神的。师傅你好像很累。有一点，没关系。好的，好。还有师傅，有同修说他就是梦到有人给他350块钱啊，就给了他一台新电脑，请师傅慈悲开示。给了一台新电脑。还有350块钱啊。啊，那是好事情啊。哦，是好事情。增加能量。增加能量。好的，好。感恩师傅开示。师傅今天问题就问到这里，感恩师傅。好，师傅你保重身体，感恩观世菩萨，感恩师傅，他们自己也自己背，感恩师傅。师傅再见，再见。喂，你好。喂，你好。喂，师傅好。哎，你好。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哎。弟子问些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哎。请问师傅，如果在小佛台点香后，还一边念经一边看手机或者做其他的事情，那是否还是不要点小佛台上的香比较好？是啊，凡是你点香的话，就意味着要请菩萨过来呀。你在做其他事情，总是有点浪费嘛。好的，明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平时念小房子，如果我们担心自己念的质量不是非常好的话，我们应该要如何跟菩萨祈求呢？非常好啊。就是说，怕自己念小房子质量没有非常的好，怕念的有些不好啊，那就忏悔啊，知道的一定要忏悔。如果就是泛泛的感觉的话，一样，应该要一样做好事。就是我们可以跟菩萨说，菩萨，如果我有不知道的，有念错的，请菩萨慈悲原谅，这样可以吗？师傅？可以。好，那请问师傅，这样的话，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如果有念错的一些经文的话，那这个会算我们的罪孽吗？跟菩萨祈求之后。应该不会太多吧，一点点吧。好的，明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法会上会有同修要求结缘很大的观音菩萨像，然后配上比较小的其他三位的菩萨像，那可能看上去不是非常的协调，那请问师傅，我们可不可以建议他们选择比较协调的一套菩萨像，还是随缘？能协调嘛就协调，有的时候没有的话也只能随缘了。好的，明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大悲咒的背景是否不能用白色的？不行。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针对369过节开的小房子的数量与对应的节的大小有关系吗？比如说可能108张以上是比较大的节，那可能21张以下是比较小的节，有这样的说法吗？师傅，一般的小房子烧的少嘛节小呀，小房子烧的多嘛就是节大呀。那数量上有这一个大概的一个？没有什么大概，反正45张小房子以上都是大事啊。哦，好的，就说明本身的能量没有办法控制了。哦，明白了。好的，这个是有普遍性的，是吗？师傅。好，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您有次节目给一位师兄看图腾，说他369都有劫，那23岁和26岁都还有劫，但是29岁的劫因为他做功德已经消掉了，那请问师傅，
为什么是先消29岁的劫？他现在是不是29岁了？他现在是23岁。23岁啊，那不一定。对，您就说要消就先消现在的。哦，当时您是看图腾跟他说29岁的消掉了，他现在23岁是会有劫。啊，这种是特殊的情况。啊，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就他做功德把29岁的消掉了。对啦，他都消到29岁以前了呀。所以说这个的话是有什么原因是先消他29岁的劫，还是？前世的原因啊。哦，那可以，那可能是因为他29岁的劫比较大吗？还是说有这个可能性吗？肯定大劫了，不大劫怎么、哦、不大劫怎么会这样处理啊？哦，好的，明白了，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有次师傅看图腾看到一个同修的莲花长得像观世音菩萨，那请问师傅，这个是有什么因缘吗？再讲一遍好吗？对不起师傅，就是师傅上次看图腾看到一个同修的莲花长得像观世音菩萨，那想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样的因缘能够让自己的莲花修得长得像观世音菩萨？喂师傅，怎么样让自己一个嘛要认真呀，一个要真诚的相信呀，任何人真诚的相信都会化成一种学佛的精进的动力呀，你没动力你怎么跑、嗯、火车没动力怎么跑啊，明白了吗、嗯、明白了、师傅您很累，那弟子读一个分享可以吗？啊，嗯，大家好，我的父亲今年72岁，在去年11月初做了腿部静脉曲张手术，因他病期太长有50多年之久，且手术做得太晚，是一个小手术，在恢复期由于伤口太大成了疑难杂症，2个多月频繁出入医院，伤口不见愈合，俗称老烂腿，搞不好几年都好不了，只能每天拄着拐杖走几步。师父说过皮肤疾病都是杀业所致，我深信因果，知道这是在受报，只有用功德可以消除这个业障，所以虽不在父母身边，一直为父亲按照三大法宝许愿放生念经消业还债，父母也在每天努力念经。1月初有幸参加了悉尼法会，每天开示时我举着父亲的照片求菩萨和师父加持他伤口能够早日愈合，以身表法，因做义工只能在后排座位举着照片，但菩萨妈妈真的是有求必应。等我从法会回来回到老家的第二天，我带着父亲去医院换药时，之前一位阴差阳错联系不到的有祖传秘方的中医很容易就联系上了，并见面了解了情况。在这位中医用药后的第二天，父亲伤口愈合明显见效，腿部浮肿也小了，几天治疗下来伤口愈合非常明显，腿部颜色和浮肿恢复到正常水平，我们太高兴了，父母终于有了信心，几天的效果比之前在医院换了2个多月的效果好得多，多亏有菩萨妈妈和恩师台长的慈悲保佑和加持。师父说过参加法会一定会有好事发生，真的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不是菩萨不救我们，是我们业障缠身，只要我们坚持多做功德多消业障，一定会有求必应。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观世音菩萨和护法神原谅，请师父指正。任何孩子都要如理如法的修行，如果你偏离了航向了、嗯、你就等于永远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呀，明白了吗？嗯，好的。真正的学佛人是靠觉的，觉者呀、啊，佛就是觉者、嗯、你不觉悟的话你怎么能够达到了，明白了吗、嗯、好的，明白了、嗯、师父。好了，弟子最后问一个问题可以吗？嗯，可以。请问师父，同修之前给前夫许愿念诵的小房子和礼佛都念完了，但是还是会被他的女儿也是念经的梦到跟前夫在一起，那请问师父，这是因为他还没有还清这个债吗？是啊，嗯，那他就是继续在念姐姐咒礼佛，对，这样的去。因为最近有一个例子、嗯、有一个人啊，他就是自己都做梦好几次做到自己会死掉，结果嘛、嗯、台长给他看了，看了之后也是跟他说这个劫很大，结果他真的出事了、嗯、出车祸了、嗯嗯、啊，一直昏迷啊，在抢救过来，一直可能脑中风，就像后来像植物人一样、嗯、后来家里急啊，师父也帮他求他，大概一共念到7000章的时候、嗯、他妈妈都恢复了现在。嗯，明白了吗、嗯、就是说你念到6000章的时候，菩萨、啊、怎么还不好啊，你不念了吗？到7000章就醒不过来了呀、嗯、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父。那弟子今天先问到这里。好，同修自己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请师父保重法体。师父再见。好，感恩师父。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